剪大头。妹妹，我们去找宝宝剪头发好不好？好。爸爸在哪里呢？对对对，像刚刚对对。哇哦！哎，可以耶！已经好很多哎。我的发型看起来应该很有问题。天哪！你是真的被你女儿剪头？我发现我不小心把自己弄得像60年代的人，所以。啊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，只要不要变成这个样子就行。我这个发型还有救吗？是还有救啦，但是看起来是顺眼的话，我旁边一定要推掉。你喜欢怎么弄，我就怎么接受这样子。会有一点像那个胡须进那种发型，就是可能会变成那样。我喜欢长得有点像男性的样子，没关系，我可以接受。胡须进可以是不是？两次，你们还想要再剪我的头发？没错的。好不容易查查把你们剪的头发搞成了这个样子，我不能再被你们剪头发了。要不然下次换查查来帮你们两个人剪头发怎么样？